自己，直到我走过半生四季，才懂得风景多不及你。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的落去，无论潮汐。抖音神曲，对对对，对很多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哦。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接力的这个方式，让大家来听听好歌，来观赏非常美丽的这个舞蹈表演。好，等一下晚间8:30，听说我们的女神降临就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欢，一起来同乐。对，相信首歌大家都带来非常多的充电宝。对，最怕女神在前面的时候，她突然手机没电了，对，或是突然有人打电话给你，可能会很生气，等一下会打电话骂她。哎，会哦，这才到，为什么要打掉？厉害，我中断了，真讨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大家呢，在这个晚间的时候啊，在这想要这个吃一点东西，因为今天晚上比较冷，你知道天气一冷，你的嘴巴就会馋。没错，对，所以今天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小市集，有咸的，有甜的，哦，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当中，也有一些美食可以品尝。啊，再不起呢，前面还有全联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全联之间全挺大的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那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咱 L 哦，就在咱的店街，就在咱的这个咱的邻街哈，都有帮我们设这个香案。对，等一下，对对，带来要来感恩共同，来感恩共迎现港哦。我们也谢谢所有的这些热心的我们的店家，我们所有的弟子们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，我同样也是为大家带来这首抖音歌曲《少年》。少年，对对，哇，今天很不一样哦。为什么？啊，之前都是慢歌慢慢来，现在都快歌快快来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先开嗓，不然我今天晚上会GG。好，五班的拿上来，不要笑那么大声嘛，真是的。来，少年，送给大家。少年。
做你的选择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晚上还是黄昏，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啊。其实呢，我们这个像比较就是年纪比较长的人，都希望他能返老还童，永葆赤子之心，对对不对？很重要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发现这首歌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啊，真的。我刚刚看的还蛮安慰。